喝这么多呀？啊，这还多呀、啊？一起喝点啊！我送你回家喝。你撒开，拿回家呀？那我带你去开房间行吗？啊，带你开房间行。仙人脚。啥？仙人脚。你真喝多了吧，林峰？我没多，咋还换套皮肤呢？挺好看。哎，不是，你干嘛？我可是正经人啊！我让你把衣服脱了，好好休息、啊。我可没看出来你咋正经。所谓正经人，这儿都装着心上人。你心上人是谁呀、啊？我，你帮我拿瓶绿茶吧。开手牌啊！真喝多了？我没喝多，我还能走直线。哎呀，你可拉倒吧！那。先摁吧，先给钱，钱搁包里呢，自己翻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我准备送给我心上人的。那我用女孩的眼光帮你看看，人家会不会喜欢？她一定会喜欢的。这个是曼卡龙的止爱针。哦，这个项链会转呀、啊，这个粉色宝石的指针一直会转向啊。5:20的方向，寓意不偏不倚，我只爱你。那你怎么不送给她呀？因为我之前没有对他说真心话，而且我现在没有能力，所以不想让他跟着我再继续大冒险。可是爱本身就是一场冒险啊。但是你离开我会过得更好啊。你没喝多呀？喝多了，哎呀，迷我。别装了，别装了，给我戴上。戴好了，这不触电了吗？触什么电啊？对你触电了。行哥。那个老妹儿就给项链收了，我好好给你摁。那哥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，摁吧。难怪曾输出不能成为知己的，怎么可能算？